人脸妆学会了，后置同款脸型，都去买头巾，甜品店全套拍照教程，公主请看。衣服选这种会令的可以淡化下巴的方感，不要低脖子的衣服会显得头妆。冬天就选羊绒三角巾，叠起来两层增高颅顶，两个精灵耳贴更显脸小。头巾先定头顶，顺下来在耳后，在头发下面打结一下，把耳后的发丝抽出来。小画家装饰下更可爱，选个有点高度的甜品可以拍出这种感觉。一定要把 5S 倒过来，像这样蛋糕在自己脸的前面，一只手压着刘海拍，蛋糕在前面挡住鼻子拍，而且这个角度可以把眼妆睫毛拍得很清楚好看。把手机翻转回正面，拿着盘子一边吃拍，一点奶油沾到鼻子手上拍，最后修图肤色选了粉白、腮红婴儿粉、滤镜是凝脂。下次见啦，拜拜。